欢迎来到动物医院339号，我是卢医师，我是马格。今天收听的单元是新传的100种生活，这个单元会和大家分享在新传动物医院工作的幕后花絮和血泪史，还有新传人不为人知的一面。新进新传人第三弹，继前两集的助理心血加入，住院医师们也不遑多让咯，一次也补足了心血加入。今天这一集邀请到去年新加入的住院医师沈医师来跟大家聊聊天，一起听下去。我刚刚想想，我好像一开始好像讲错了，我们应该是第四弹，对不对？第四弹吗？哦不，对，没关系啊，很多弹没关系。我们还有音数，我忘记了。对，但其实对啊，但是他们其实也都不是真的很新的心血了。哦，对，音数也不算。默默的时间就过去，已经快要过半年了吧。对啊，对啊，超过半年了，对啊，这样还不算新血哦。算了算了，但不是真的刚开始到，所以今天有，但也是因为这样才有一些东西可以分享啊，没错没错，可以分享。对，有个初试提升的感觉，还不错。好哦，今天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了我们新传人的100种生活的时间。对，那今天很开心，我们又邀请到了我们的新血。今天来邀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沈冠廷沈医师。Hello， 大家好，我是沈冠廷兽医师。哇，好标准哦。有点小紧张。对，突然发现你的声音蛮适合录音的。对啊，还不错哎。对对对对。嗯，很有磁性吗？很清亮，很清亮。亮对对 对, 對, 對、啊，又常来啊。没有问题。对，那其实沈医师也是我们的忠实听众。真的吗？哦，平常都在听哦。我大学就开始在听，然后这一次为了准备这个 podcast， 我有再复习一遍。Oh my god！ 他大学就在听，你大学就有在听，感觉好像我们的节目很久的感觉。啊、你想想就觉得 Oh my god！ 我陪伴了你们两年吗？刚好备考的这段时间，我觉得听这个是有助于充实我考试准备的这个经历，这样子。啊，真的，你说备那个兽医师考试的时候？对啊，在准备国考的时候。哎、大家，我们没有塞钱给他哦，这是你真心的吧？对啊，在准备考试期间很疲劳，但是听到这个就想说，哇，那我以后要去新传工作，就很有动力，这样子。认真。嗯。哇哦，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后面再来聊，太有趣了，怎么那么好玩？好，那我们一开始你也知道的，既然你是忠实听众，因为我们要一开始就是一定要来一下的快问快答的时间。但题目搞不好你听过，我都觉得我早就准备好了，这个我之前也听过。啊，刚刚他应该是以他的个性，应该是有笔记记录所有过去的考古题。天哪，太认真一下，嗯，有吗？对，没最常出现的最常出现的是哪一题？上班途中在做什么事情吗？哦，那你想太有记，果然太有记。好可怕哦！哦，来来来，那我就要来问你喽。好，那预备 ，Go！ 你喜欢上早班、小夜班还是大夜班？小夜班。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上早班回去都会很想要睡觉，那都会没什么精神。感觉上小夜班有赚到一天的感觉。然后回家也是睡觉，回家都是回家睡觉，对啊，但早上比较早起床，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哦，所以是时间管理大师的 type， 就对了。嗯，好，那你平常的话，有喜欢追的剧是什么？最近？哦，最近比较少是追剧，但我蛮喜欢看《Breaking Bad》。那是什么？绝命毒师。哦，那很久嘞，狠狠的啊，对啊。哦，最喜欢的是这一部。对对对，真的蛮好看。好哦，那你是 E 型人还是 I 型人？我是 E 型人。哦，你是外向的孩子。对，但我一直觉得我是 I 人。你觉得你是内向的，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你是外向。对啊，因为我后来发现他定义是，刚刚卢医师跟我说，他是看你在补充能量的时候，是你喜欢跟其他人互动，还是自己独处。对。但我后来发现我好像是这样算起来应该是 E 人。哦，那你有测过吗？有有有。也是 E。也是一哦，对啊，好好，哎，刚好我们时间也到，就是个外向人。对、啊，我觉得你真的偏外向、欸，真的吗？对啊，你 I 吗？还好、啊，你哪里 I？ 你哪里内向了、啊？你会喜欢独处吗？我觉得我花蛮多时间在自己独处，但可能补充能量这件事情，还是跟其他人互动之后，会觉得精神比较充沛。哦，所以是被迫要自己独处啊。如果能够补充能量，都被迫要自己独处。大家来跟我交朋友，这样對對對没有问题，欢迎大家来找我。现在是在公开征友，有这一趴吗？没有，没有，没有，先不要。现在先不要，不要是不是？OK， 好，现在要认真工作了。对，
好哦，好啊。那一开始你刚刚有提到说，那个时候在读，应该这样讲好了。我们要等一下再聊你后来有那个一心想要准备加入新传的过程，这个等一下再聊。但为什么那时候会想要念兽医系啊？哦，因为我觉得我从国中开始吧，就对自然科比较兴趣。国中哦，那很早哎。像那个时候会去参加一些科展之类的，哦，对对对，就在做一些自然科相关的东西。对，那我觉得我到高中开始就我在慢慢限缩自己未来发展或想要去哪里，因为开始要选填志愿啊，感觉大家都对未来比较有方向，就开始在想自己未来可以去哪里。国中吗？高中，高中，高中哦，限缩自己这个词很有趣。我的天哪，高中这个我不是要开放尝试所有的东西的。对啊，你在高中却限缩了自己，专注在你想要努力的目标，是这样吗？感觉是要想清楚更明确未来要做什么事情。哦，因为我觉得冠廷的特质，我觉得感觉是一个很做足准备的人。对，对不对？哇，是吗？我第一次听到卢医师这样给我对我的印象，这样怎样？这样讲好像觉得我们要骂你是不是？卢医师，那我觉得他是个很做足准备的人啊，就是什么事情他都会做足准备。嗯，有，所以感觉考大学三年都在做足准备，要选填志愿，是吗？哎，又想了一下，这样就觉得自己对哪些比较适合，哪些比较不适合。嗯嗯。那我觉得我是比较明确知道自己不喜欢哪些东西的人。嗯。哦，这也不错，这样也很好去划分出，哦，哪些可以筛选出来的。喜欢用删去法。嗯嗯，对。那个时候就是很有幸，很好玩，是那时候对考古跟历史也蛮有兴趣的。考古哎，好酷哦。那个时候就有去台大的那个杜鹃花节，然后还去特别看了一下他们考古系跟历史系在干嘛。对啊，在干嘛？我没有考古系吧？什么人类学那个吗？类似人类学系。嗯，对。哇哦，那个在干嘛？考古吧，考古就是一直在那边扫那个。哇，我想象是拿那个小刷子，对对对，然后边刷那个恐龙骨头，那边刷刷刷刷刷。对对对对。对，但后来发现好像自己对历史也没有说很有热忱，可以做一辈子。哦。后来决定志愿比较像是兽医系这边，嗯，哦，所以你先删了二类那些都电脑相关的都删掉，没有没有办法，我高中物理到最后还差一点要被老师当掉，老师还特别找我去讲话说冠廷啊，我觉得你的物理这样子应该不会过哎，那你未来要做什么？我说老师，我要读兽医系，不用物理没关系，你把我当了吧，这样不影响毕业吗？哎，其实那时候我不知道，但就是很胸有成竹的跟老师说，啊，还这么拽，你把我当掉，你说把我当了啊？老师真的当你哦？没有，老师给我六十分，六十分。这老师你真的要未来好好谢谢他哎，不然你毕不了业怎么办？后来那时候高二要升高三的时候，还有去中兴大学的教学医院做见习，去了五天。刚好后来也很幸运，就去读中兴大学的兽医系。为什么是去中兴？因为你刚刚不在台北吗？对，但刚好有同学先去了那个见习的活动，哦，然后我觉得因为台大没有开没有这个活动，对，给高中生了，好像没有哦。OK OK， 那个时候要申请兽医系的时候，他要一个40小时的实习时数，对对，那想说干脆都要去兽医院了，就去学校的医院看看，对对对，这样，OK， 对，所以看完是有正向，就是让觉得更想要填这个系。对，而且我觉得教学医院那时候环境是它有非常多比较专科的科别，那可以看到兽医系比较多的面向。嗯嗯，这样那时候看完之后就蛮坚定自己要读兽医系，所以我那时候填大学的志愿也只填了兽医系，这样就填四个这样子。我填了两个，就台大跟中兴兽医这样。我就想说我考不上没选上我就要去指考这样，哎呦，指考没上我就再考一次，哇，那也是非常目标导向也很清楚，如果没有就怎样，没有就怎样，你都把自己就规划好，对啊，完全不给加大跟平科机会是怎么样，哦，你会觉得离家太远了如果要离家里那么远好像对爸妈有点不太好，哦，原来是离地点啊，离家远啊，哦，就是中部以上 OK 这样子，离家近一点，哦，OK OK，哦，对啊，了解，所以按家离家地点来填志愿，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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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就填两个这样。哦，所以那个时候就这样子，所以算是很明确知道要填兽医，啊，嗯，那时候吸引你的是什么？那时候你高中的你
兽医系吸引你的是什么？对啊，我觉得是可以帮到那些生病的小狗小猫们，我觉得蛮开心的。而且在我觉得在兽医这个职业别当中又有很多不同的专科，那那时候去见习，感觉兽医不是一个很固定的在特定一直在重复做某些很 SOP 的事情啊，每天都要花很多心思或者是想不同的方法来去帮助这些小朋友，这样我觉得是一个蛮开心也应该也会蛮有成就感的工作。OK， 哇，那你家里是有猫养猫狗狗的经验吗？没有，也是没有。哇，那这份爱是从哪里来的？对啊，我觉得应该是，可是因为就是没有，从来没有拥有过。哇，我只有养过独角仙，独角仙，那应该也是去昆虫系，不是兽医系。那对啊，那哇，那子你怎么为什么会对动物这么的对啊有爱，或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那时候去见习，有被他们的氛围感染到哦，所以关见习很关重要。对，哇哇，这一去我要五天嘛？对啊，哇，就改变了你的一生哎。还有另外一点是，那时候我觉得我不是那么想要跟做人那么相关的工作。就是不是很想要跟人互动，但没想到现在没想到你原来发现你是个外向的人，很想要跟人互动。对啊，而且这份工作每天都要跟人互动。没想到对现在的也是每天都要跟人互动。对啊，哇！只是我那时候没有想到一个点，对，这个是兽医系很大的陷阱啊。没错，大家想清楚没？每个来都是想要不敢跟人互动，但是发现当临床兽医超多的互动。对啊，人家猫跟狗不会自己走进来。对，真的，可能野生动物吧。你是去那个野外、野外医治野外动物，那就可以完全可以没有饲主的那种。对对对，至少什么鲸豚啊，就海里面的什么，连人都没有。哎、欸，对啊，那后来怎么会选小动物？哦，我那时候大学尝试了蛮多东西的。哦，刚进兽医系的时候，其实想象又跟我高中想象的不太一样。因为我高中想象就只有狗猫的那种临床兽医师，就是你会在路边看到诊所，那你就带你家小狗小猫进去，这样。但我后来发现，其实兽医系有非常多，不管是病理啊，或者是说一些分子生物的领域等等，这些都是兽医可以再尝试做的事情。但我最后有尝试去一些地方实习过后，但我还是觉得想要走临床。临床就是狗猫的，狗猫的兽医师。为什么点是什么？是说可以做比较多事，还是你就是比较爱狗猫这两个品种？还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很能接受待在实验室里面待一整天。都是跟简体互动，然后又没有跟人互动，要跟人互动，人的對啊、想不到这一点，外向的个性开始冒出来了。没错，没错，我不要多跟冷冰冰的仪器。对啊，那再来就是，如果是走实验室那边，就会我觉得还是要有那种参与到临床的感觉，有实际自己做了什么事情，那帮助到这些小朋友，然后可以看到他们病况变好的这个成就感、满足感还是很大的。原来如此，所以就慢慢慢慢就是用删去法。欸、对啊，他我觉得他的模式都很像，都会是，但他我觉得是不错的模式，大家也可以参考，就是都先体验嘛。对他先尝试了，先尝试去感受一下那个感觉，然后再开始用删去法，把一些自己感觉没有那么的重好的重力的就删掉。对对哦。我觉得我很难在我喜欢的事情里面选择说，那我以后要做哪一个？我说我两个都要，我没有像英硕一样那么厉害。对，但用三的。但我发现我蛮能知道我自己不喜欢这项东西，我不想要用这个做一辈子。这个也很重要。对对对，就是明确知道哦，这条不用再花时间在这个上面。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少走一些冤枉路。对啊，就选一个自己喜欢，然后就继续走下去。所以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然后发现自己对小动物临床比较有兴趣。没错。那你有还有在去哪里实习吗？大学的时候？我大学有在外面台中的几家动物医院实习过，这样。所以这是在从小动物中间，你要那时候就有意识到说有想要再选一个
专科或是科别吗？还是一开始也没想那么多，就是去看看？嗯，我一开始也没有想太多，但我后来才发现，我其实去蛮多种类型的医院实习过，有那种就是只有看一般内科的医院，那它是没有外科跟住院的，那也有在专门做结扎的医院，或者是说24小时的急重症医院。对，那我后来发现，我觉得我比较喜欢急重症医院的那种生活形态跟模式这样子。对，然后刚好这个领域的东西也是我比较喜欢跟想要持续再做下去的。那不是对压力比较大的领域？对啊，为什么会特别喜欢？就是喜欢扛着压力的感觉吗？肾上腺素激发嘛？对。我觉得如果只是单纯一般内科 GP 的医院，我会觉得比较沉闷一些些。当然，我觉得他们工作也是非常有挑战性，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事主。对，那虽然做的事情会比较类似，但是因为每个事主的形态啊、个性也都不一样，那遇到的狗狗猫猫也都不一样，也是非常有挑战。那我只是可能觉得说，急重症这一块是刚好我比较热情，那也可以比较深刻感觉到我有帮助到他们的感觉，这样子。就你也喜欢挑战，其实挑战极限啊，就是比较极端的。哇，对对对。那时候鬼门关前拉回他们的那种感觉，对啊，那时候有一个想法是说，我想要有能够处理这些急诊动物的能力。我不喜欢看着动物进来，但是可能我们医院的设备或者是人力没有办法处理这些小朋友，那可能他又要在病况比较危急的时候被转送到其他医院。对啊，想要如果我有能力有机会的话，可以给这些病况比较危急的动物多一些机会。那你那时候有去急诊实习吗？有，也有。有去了24小时的急诊动物医院。哇，所以也是因为去了那边以后，才发现说自己真的又符合你自己的 passion 这样。对，所以就是又从一堆的实习的经验中，找到又删去，对，删去了一些可能自己没有那么想要的的模式，工作模式，然后找到喜欢的。为什么最后没有当个急诊医生，跑来当心脏科医师啊？对啊，急诊医师感觉也是肾上腺素要每天激发那种。还是发现急诊里面有10个有8个都是心脏病。对啊，为什么最后那个选择毕业后是来新传？对啊，投递履历。那时候一个是会想要自己有一个专科的能力。跟一些师长还有同学聊过之后，跟一些师长还有同学聊过之后，觉得有专科能力在未来的兽医这一块领域发展会比较好。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因为心脏的急诊在一般急诊动物医院也是非常常遇到的，那个时候看学长们在处理这些病患啊，就觉得非常有兴趣。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觉得那时候看学长扫心操就是一个崇拜。我也不知道，那时候还对心操不是很熟悉，那看他扫心操就觉得好酷哦，原来心脏可以这样被切成很多切面，然后看他手下面探头在那边转，我也不知道他在转什么，但是就是可以把心脏扫得很漂亮，红红蓝蓝的那边跳来跳去的感觉，对啊，很厉害。而且有时候扫还会有声音，还可以调大声小声，是说动物叫的声音，我通常是把那个声音关小声的就太吵了。那个嘟嘟的声音。对，所以超音波也是 让你很有兴趣的，就是那时候感觉哇酷哦，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个契机，契机。后面自己读书之后，又发现这块领域真的非常有趣，很好玩，所以想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尝试看看。那你在实习到后面之后，又慢慢的又找出了自己的一条路，这样子。对啊。哇，那冠廷是去年毕业。对，对他算是应届。哇、wow, 那你那个时候怎么会想说马上就决定我就是要心脏专科，就是因为刚刚的过程吗？一个是我觉得我对心脏专科比较有兴趣。那个时候因为我在台中念书，所以对台中以外的动物医院其实没有太多的认识。那刚好我在就是听新传的 podcast， 然后脸书上也有看到新传的心脏病分享的社团。然后就想说，哇，这家医院的医师们感觉都对学习很有热忱，然后又很乐于分享自己学到的东西。感觉是去
感觉去新传可以学到很多，非常充实这样。嗯，对。哦，所以完全就是一个网络的乡民来的。所以你来新传申请那时候也还没来实习过嘛，对不对？没有，就完从来没有进过来新传，一来就直接申请了。哇塞，我有来过一天 open day。 哦， open day 有来，真的、哦、okay, 原来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对，所以还不错。偷偷观察你们讲话是谁，跟录音的是不是同一个人这样。你应该没有猜出来吧、啊、你那时候来的时候你有猜出来他是马哥吗？哦，没有耶、欸，我是来这边一阵子之后，然后听那个声音想说，哎、欸，那到底是谁？这很多事主的心情也都是这样。对、啊、他是吗？他是吗？然后最后偷偷的问说，请问你是吗？对对对对对对，有些实习生也会、欸就是在来那种三周的那种，然后大概第一周、第二周的时候忍不住、跑过来问我说。请问你是马哥吗？好像网友在确认，网友在确认，蛮有趣的，好厉害哦，大家。OK OK， 那你觉得现在开始工作差不多半年左右嘛？对，然后在真正进入职场，然后加入在心脏专科之后，然后跟你那时候在实习，还有在你的梦想当中，就是你的自己的想象里面有什么不一样？哇，我觉得。进到职场之后开始工作，最大的差别就是要开始独立跟事主做沟通这件事情、嗯、因为以前可能都是在跟诊啊，或者是说听人家讲，跟着住院医师、嗯、他们听他们在跟事主解释目前病情，对，然后在旁边听他们怎么说、嗯、怎么安抚事主，或者说让事主能理解他目前的状况、嗯、对，但现在要变成自己沟通的时候就很难完整的把这件事情详细的那讲到事主能听得懂的方式讲出来给他们听。以前在旁边听就觉得、欸、感觉我自己听起来也觉得哦很直观、哦、可能状况就是这样子、嗯、但当自己站到负责要沟通的那个角色的时候、嗯、又发觉其实要有很好沟通能力这件事情其实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练习的、嗯、并不是那么简单轻易就能讲出就是这么直观然后能让事主理解的这样子的一个沟通。嗯，你觉得你的挑战比较是不知道要讲什么就讲的太少，还是是讲的太多然后他们都听不是很懂？你觉得你的挑战会是哪一种？我觉得好像每个事主的个性又不太一样。对，有些事主会希望你讲很多然后很急迫想要知道目前全盘的状况、哦、但有些事主可能他对这一块也不是非常熟悉，他能接受的资讯量并不是很多、嗯、那这时候就要很精确简短的描述动物的状况，对，讲重点、嗯、所以你大部分的时候是你觉得你讲太多还是讲太少？我觉得都有、欸、都有，这也是看事主的。 对、啊，对嗯、之前有发生几次状况是、oh. 感觉事主只想要听重点，但我就噼里啪啦讲说、uh-huh. 哇现在状况是这样之类的，我的评估是怎样怎样怎样，他后续可能怎么样怎么样，一个讲故事的概念，感觉他就是被我的说法给淹没这样、然后脑袋就放空了，有点放空放空我后来观察其实很多时候那个刚进来的住院是他们都很担心自己不知道讲什么、嗯、但其实真的嘴巴一打开的时候通常都是讲太多，就是但太多可能是比较专业，太专业的、嗯哦、对对对，我刚才想说会不会是因为太专业的关系，对对对，因为其实像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住院师都他们像他们住院病灾啊、嗯、他们都写得很非常的详细，都写得比我还详细，所以要讲、他们可以讲真的很多，但我觉得往往很多时候挑战是怎么样精简，对、然后可能转换那个文字跟句子变成是事主听得懂、对，反而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有挑战，还要因事主的不同要调整。对，因为有些可能就是希望很 detail 那种细节控，这样，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有时候事主好像在意的点也会跟我们目前在意的点会不一样、像有些事主来可能就是会非常关心他今天精神好不好啊，有没有吃喝，吃的多不多，对，有没有上厕所，对对啊，就关心他起居，就 care 的点不太一样，对、但我们可能因为还不是很熟悉这块沟通的关系、就会一直跟他解释说目前的检查结果啊，然后他现在未来治疗方向啊等等这些，这样。好，那卢医师，像你们这种比较资深的医师碰到这样的事主，就是你们一开始要怎么去拿捏这个？一开始我刚把直觉上哦，就交给住院医师沟通，欸、没有啦我们现在都是我们会出来的时候，就是住院医师已经有点卡关了，我们就要出来拯救一下。我觉得要先了解，对，了解事主的期待是什么，
就像是他可能他很关心的是大便有没有正常大、啊、有没有吃啊，但可能对医生来讲这个其实不是重点，如果他现在都快死掉了，就是 我还管他会不会吃饭、嗯、他都已经呼吸都吸不到气了，对，不要管这个啦。但我经验就是其实饲主 care 的东西反而你要先 care 你要先回应他、嗯、对，就是 你在你有十件事要讲，但是你知道他最 care 的就是吃东西，但是那可能是在你十件事里面第十一件、嗯、但是因为是饲主 care， 所以我通常第一件就会先讲、哦、他今天还是没有吃，但是没有吃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呼吸困难，就他现在太喘了，他现在还是肺积水很严重，一定要肺积水好他才会愿意吃，那再带回到你的第一项、嗯、对，就是你不要忽略他的需求 对，就是他的或他想要知道的事情、嗯、你还是要先满足了他、哦、他知道这些他想要知道的东西安心的，当然不一定都是好的结果、啊、也有可能还是就他还是不吃饭、啊嗯、对，但是至少他知道他想要知道答案之后他才有心情去听你讲你想要跟他讲的东西、嗯、对啊，我是反而觉得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当如果你想讲东西跟他问的东西一直都不一样的时候也是一个 sign， 有一个警讯，就是要代表就是说可能你们有点没有在同一个 page， 没有在同一个状态里面、哦、就是面对现在动物的状况，一个一直在对到对一个一直在问 A 问题、啊、一个一直想要打讲 B 答案、嗯、对，就那我觉得对医生来讲也是一个讯息说哎、欸、可能、這個、他没有 get 到 对就是我、嗯、或者我们还没有让他真的 get 到他现在动物的真正的状况、嗯、所以我们关心的东西是不一样、嗯、不然理论上我们应该都要很关心现在最危险危及他生命的东西，嗯，对对对啊，我不觉得那是饲主的错，因为我觉得是他本来就不是专业的嘛，但是我觉得医生我们有责任要让他了解现在的这个状况、嗯、然后我们所担心的应该也是要他是他所担心的，对对、啊、对，嗯，哇，不过这真的是要训练吧，对啊，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我们兽医在大学的时候非常少去接触到的一块、嗯、对啊对，哇，不过这要开课要怎么开啊对不对，我觉得很难耶、欸、真的就是实战耶、欸、我觉得就是、嗯，住院医师的训练其实很重要，就是他也不是一个课程嘛，他就是每一天的工作都在、嗯、其实每一天都在学习都在上课、嗯、或者说都在考试即使我们有口试，我就说口试也只是一个开始，只是确保告诉你一些原则、嗯、但是实际上真正的口试考试就是你每一天的生活，你每一天跟饲主沟通的时候都是在考口试考试，对啊，然后中间就是要去学习、嗯、对啊、嗯、还没有正式开始要接急诊、嗯、因为我们通常 R1 我们就是让他们跟诊、嗯、还不会正，然后他们要通过一些的考核考试笔试啊口试啊才会正式开始接诊、嗯、所以现在在预备，对，还在学习的状态，嗯，还有半年时间啊，好好可以准备，所以你看他们现在这样子、嗯、会希望这个准备期可以再长一点，还是希望赶快有跟我上场我听他们开始接诊之后好像都蛮有压力，然后都睡不好啊身体有点不太好这样、嗯、心理影响身体这样子吗，嗯，所以你是会觉得可以不用太急，缓缓这样子、啊，可以先休息一下，先休息一下，先再准备一下。欸、大五那时候的冲劲呢，跑去哪了？决定要做急重症的，对，还是他又要是运三举法了？开始不接诊嘛？没有，不接某种症，急诊还有、哦、还可以删，只接某种急诊就。嗯不行，怎么可以这样？要有斗志一点，哎、欸，对，要斗志一点。你不扛上去，他们就要一直接下去了。听起来好像不错，太过分。那还有吗？除了成就感，没有的话就算了，那就卡掉。有啊，还有吗？好，那你可以再跟我们分享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成就的事情吗？好啊，像满福宝、就那时候满福宝是一只刚好去年12月31号住进来的狗狗，嗯，那他那时候就有贫血的状况要输血，嗯，那我刚好是跨年夜前一天的小夜班这样子，哦，对，嗯，那时候我还很有印象，11点下班之后在医院的休息区就是吃东西，然后跟同事聊天这样子、嗯、对，然后刚好路易斯是值大夜班，哦，对，我跨年大夜班，对，就要顾那一只输血的狗狗这样。嗯，那时候他刚好交接完之后，状况又很不好，对啊，状况急转直下。嗯，然后就很快的，好像几个小时之后就走掉了。嗯，这样。对，那时候很特别的印象了，因为在医院跨年，然后
原本大家还在比较相对开心的一个氛围，那后来突然就前面又有狗狗又走掉这样子，嗯，对啊，嗯，好像分享这个也不好，突然之间好 sad， 一个特别的经历啦，对对对，嗯，对啊，但我觉得有点平行时空的感觉，大家在开心的跨年，嗯，我们有些病患跨不过这个年，对，嗯，对啊，但我觉得还蛮难忘的是后来因为这件事情就又在读了一些书，然后好好把他书写的这些相关的事项啊，相关的知识又在补齐，对，所以希望下一次如果又再发生类似的状况，可以给他更多的机会，对啊，嗯，不过因为他对啊，他确实是发生一些并发症啦，对啊，那只是说当然就是我们读就是可以再去读说对哪些是常见的并发症啊，面对到的话该怎么样去处理啊这些的，对，但我觉得往往真的很多时候，嗯，当然我们会很难过就是失去病患，但其实就学习的角度来讲，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反而是你真的可以学到最多东西的时候，对，有些时候譬如一个手术就做成功了就成功了，就是你也其实你也不知道，某个层面来讲，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怎么做成功的，就中间其实可能会有些东西会吐出来，你可能就是，但是你就不小心，哎，就过了。嗯哼，对，但是往往是可能有些时候遇到困难挑战，嗯，或甚至是结果是不如我们预期的时候，那些病例反而是真的让我们成长，嗯，学习很多的病例啊，对啊，往往你问很多医生刻骨铭心的病例都是。可能都是最后没有撑下来的，嗯，对，反而通常很少是哦，我印象最深就是那只活得很好的，手术都很顺利的，没有那个，嗯，那个就过去就过去了，对啊，但往往是那些可能让我们当下很痛苦，但是确实回头看，其实他真的帮助我们成长很多，嗯，没错，啊，透过这些小朋友们的生命啦，也是让很多兽医师去更精进，嗯，更进步的一个过程，对啊。如果可以在这些比较不愉快的经验里面又找出那哪一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再改进，嗯，然后可以做得更好的，嗯嗯，那下一次说不定我们遇到类似的状况就有可以有更好的能力再给这些小朋友一些机会，嗯嗯，对啊，嗯，好哦，我相信这样听起来我们的冠廷真的是还是有保有他的初衷啦，虽然说对于急诊的部分还是想要先缓缓，但是他还是有在努力学习，心理上还在准备当中，对啊，时间到了他应该也是接着就上了，嗯，对不对，对啊，硬着头皮就上，对，就像开始讲他是肾上腺开始分泌又，哦，这就是我熟悉的感觉，嗯，yeah， 就他就是要做足准备嘛，对啊，就像路易斯之前常讲，就是我们要有足够的枪炮弹药，那我们真正要上战场的时候才不会弹尽粮绝，对，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在储存点清点一下自己有什么哪些弹药，对，试射一下子激发一下，对对对，枪没有生锈，现在在补足自己的库存啊，对对对，弹药库存啊，对啊，好哦，那最后的最后了，我们要来到了新传人主张的时间，你在紧张吗，嗯？对啊，还是稍微有点紧张，虽然听到这个环节很多次，我们都录这么久了，对啊，所以最后我们来听听看，我们阿万医师的新传人主张是什么呢？我觉得我现在在沟通上这一块可以再做得更好，有时候发现兽医师跟饲主虽然。对于宠物们的出发点都是希望他们可以过得很好，嗯，然后目前的疾病可以痊愈，嗯，这样，然后未来可以好好的生活，有好的生活品质，嗯，但有时候因为对于病况的理解会有落差，或者是说现实的一些状况，嗯，有时候饲主跟兽医师不一定能好好的互相理解，嗯，对，饲主有时候可能对于我们的处理啊会，嗯，不是的那么的体谅跟理解，嗯，以及不一定了解他现在的状况，嗯，对，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再做得更好的，嗯，哼哼哼，就是试图让饲主们能够了解说小朋友现在的状况，然后未来我们可能有哪些的选项，嗯，对，希望我们两边可以都对对方再保有更大的，同理心，嗯，然后可以再为对方多想一些些，嗯，哼哼，有时候发现饲主们不一定，会在当下跟我们说他可能有哪些考量，或者是他有哪些不快的地方，嗯，还没有说出口的一些想法，对啊，嗯嗯，反而就是会
加深我们施主跟收音师互相的不体谅，这样、那我希望未来如果我有能力可以在这一块做得更好一些些，那希望整个医疗环境可以再更有包容性，更有同理心。好哦，谢谢冠廷兽医师的新传人主张，对，非常老成的一个主张，对，好像已经工作20年的感觉，对啊，不是才半年吗？对对对，还是在这边工作半年，看到了什么？半年有工作20年的感觉，瞬间，我妈见过世面，看到很多这种风风雨雨，对啊，我想说这个体悟，我们一般士族好像都还好啊，对啊。还是真的是进到是那个社会当中，就果然还是不太一样。对啊。但我觉得在新传遇到事主，大部分都是很好相处，然后也能够很谅解我们的做法。对啊，其实就很像前面一开始讲的啊，就是有的时候的不沟通不良，其实就是像卢医师说，就是没有在 same page 嘛。对啊，对啊，没有在同个频道上，同个频道上，同个战线上。对，但我确实，我觉得我们兽医，身为医生是兽医师，是有这个责任要让事主跟我们站在同一阵线嘛，因为我们是最清楚他身体疾病状况的人。对啊，对啊。对，那爸爸妈妈当然有他们的角度，但我觉得兽医师我们要很努力的去让他们站在我们的同一个阵线，因为我们毕竟面对的是敌人，共同敌人是疾病嘛，对不对？不是对我们不是彼 此、对啊，所以你要让他拉回到你看到的角度，就如果你很担心他接下来5分钟就会死掉，那事主应该也要很担心，而不是在问说那他今天晚餐要吃什么。对对 对，就是有些时候这些警讯 有些时候有些医生会就会把他归类说啊，他都不懂啊，都搞不清楚状况等等，然后就忽略了这个东西。但其实那些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哦，那我们可能还要再多做一些，再多讲一些，或者用改变我们的想法，让他理解到对现在他真的首要的事情应该是什么，首要的是什么，要注意什么，然后是我们现在这个离鬼门关是用几小时几分钟还是几秒钟在倒数的，对，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沟通的重点。没错，对啊，然后如果真的事主有一些疑问的话啦，就是也还是要提出来。对，就不要像刚刚冠廷医师说的，就是他其实可能有些东西憋在心里还没有问出口。对对，我觉得可能他们提出来之后我们都可以一起想办法来解决，或者是说找到一个最优的解法。我觉得医疗可能医疗应该是讨论出来的，有一个最适合他的解法，而不一定永远都会是有一个正解、最佳解这样子。应该解法很多种，就是我们可以处理的方法很多，但是不一定都是适合，然后也不一定都是好像花最多钱就是最好的选择。对啊，对啊，没错。好哦，谢谢你的新传人主张，这也是我们也是都很期待的啦。希望因为就像我们刚刚一直不断提到，我们的目标都是为动物好。对啊，没错。所以谢谢你的新传人主张，也希望饲主们也都可以知道，我们也都是爱着大家的宝贝们的啦。没错。今天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谢谢。也希望我之后几年后回来听这一集，我可以在这一块做得更好。哇、这个就是我们录 Podcast 的初衷啊，就是让我们老了之后回来听，还觉得啊，当年怎么讲这种话。太天真了，时空胶囊的概念耶。对对对，说不定我以后回来听到这一集想说这个冠廷也太菜了吧。应该是一定会啦，对啦。如果你没有这样绝话，就代表你还在菜。哎呀，是个警讯，是个警讯，是个警讯。好哦，开心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啦。如果对于今天的节目内容还有其他的问题，欢迎透过5星评价留言或填写资讯栏里的 Q&A 连结与我们联系。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动物医院339号 Podcast 频道，点赞我们的脸书粉丝团及追踪我们的 IG。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医疗资讯或观看影片版本的节目，请上新传动物院官网及订阅新传动物院 YouTube 频道。我们下集见喽，拜拜，拜拜，拜拜。